他在点头，他在点头，啊、他在尝试。我是旺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进行。什么假大妹？不是吗？什么东西、啊？我是旺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进行天竺鼠叉叉魔祖三村啊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要继续带小白来逛完天竺鼠村村，拿完他的武器，还有靠背，拿完武器还有工具，然后我们要来去挑战天堂的 BOSS 了。真的很不好意思，上一集好像蛮水的啊。我们可以驾驶大 JJ 去打女武士了吗？但我们有天竺鼠车车，你要骑去看天竺鼠车车吗？好啊，这怎么开？这个你对他这边点右键，然后呢也是跟刚刚一样的操作办法啊。对，那在今天这一集开始之前，请各位留下啊、我想想看哦，上一集讲八什么啊？我下来了，首先要发现一件事情，你后面那个那两颗应该不是火箭炮吧？它是火箭炮吗？那个是天竺鼠车车赛跑的那一集的那个火箭炮，然后把它仿造出来了。哦，哎、欸，他只能坐一个人，我坐不上去，可恶！我先走了。那你持续往那个方向飞，会到我们的那个空中祭坛。那在今天这一集开始之前，我看看留个2000赞的喜欢就好了。然后让汪知道你们很喜欢汪来邀小白骑这个奇怪的天竺鼠车车，然后呢打一些奇怪的 BOSS 的影片哦。哦，等一下，刹不住，停，好，来我帮你停，来，停车。哇，你直接到这地方了。我下不了，有了。没关系，我帮你听。来，我原本想说最后再让你看到这个地方的，但是也没关系，先让你看到这个地方没有差。来，我们先传送一下，来，我们进去。好，来，你跑哪去？哪里？哦，好，我进来了。对，看看你想不想用拔刀剑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但是没有，就没有，你没看到他。问号，没，他不重要。你有没有想说，为什么船长变成这样？我没，你没有看到他，为什么他变成这样？我忘记我把他放在这里了。我，你没有看到他，我把他抱走，来，你没有看到他，我把他抱走，为什么船长变成这样？没有，你没有看到他。太好笑了！来，你想挑拔刀剑吗？你想挑吗？我来看一下，看为什么这个那么可爱？它有啾啾哎！对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，这个是天竺鼠材质的拔刀剑，你要用这一把吗？它砍起来会有什么效果吗？其实跟其他拔刀剑长一样，对。啊，是哦。其实每个拔刀剑都一样，只是外观上不同。伪汪三人啊，那是观众画的图，对。OK 啊， okay. 这个哦，哇哦，你蛮除你自己的，实在是没有，那是观众画的，这个，哇哦，那是观众画的，我没有自恋，我没有，哇，这个哇，没有，我没有自恋，没有，兜兜哎，小兜兜哎，小兜兜，那个是别人画的，跟不干我的事哦，干遮羞布，哦，这个哦，没有，那个他是男的，对，他是男的。各位看清楚啊，汪汪多出自己啊！我看没有，你有看过拔刀剑挥砍的颜色吗？啊哈，那你有没有特别想要换不同颜色？因为我这个系列有研究出更改拔刀剑颜色的办法。那有没有紫色？有紫色的，在这边下来，你可以下来。How to where？这里、欸，你不要，我把它放一个你看不到的地方，来，紫色的就紫色的，来，你可以挑，然后你可以右键它，啊，有了，有，马铃薯、欸，没有，哦，我的错了，对不起啊，我的错了，看好像是像我绿色这一把就挥出绿光，然后你紫色那一把就紫光。哇，它会有一个剑会这样啾哎！对，它可以当远距离攻击武器。哦。然后你蹲下的时候可以抵挡，蹲下右键之后可以抵挡所有的那个投射物伤害。这样。哦。它有很多玩法这个样子，对。好帅耶！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然后打 BOSS 的话，因为天堂还有一个 BOSS 这样挖掘的，所以再带你拿个十字镐之类的工具。来，这是你想用抽的还是你想要用选的？
我用抽的好了啊，抽的这边，你抽错流星剑，流星剑，但我们要挖掘工具，十字镐类的，那我还是用找稿子好了。好好好，那你随便挑一好，那就来愚，好，那就愚公移山稿好了。好好好，你拿，那我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你想什么？在第二期开着那个大 JJ 跑去，你想好啊，我们可以开着那个大 JJ， 然后他们会说什么？他们那些女武神会，我看到一根很大的大 JJ 从我们这边飞过来。然后我这边有一个盔甲蛮帅的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就是这个盔甲有云布，你穿到身上你脚下会喷屁屁的。神龙上衣，来，你可以跳一下看看破洞牛仔啊！哇！为什么？你脚下有喷烟效果对不对？但我看不到，我记得我是看不到的，这个玩家是看得到。他在，他还喷屁屁，喷屁屁，还喷呢。然后还有鞋子跟帽子是，啊有了，有武神帽子有了，都有了。你全都穿的话，你就没办法往下。他我一直在喷呢。对，你会一直在喷。哇塞，好多好浓哦，好浓，你闻得到吗？我可以想象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小白现在底下喷了很多的画面，大喷射哎、欸，你看，哇，我在释放我的爱，给你的，我去找你老婆过来，来，他在这边，来，你喷他，感受到了吗？这像广志的臭脚在释放他的味道一样，Double X 在做什么？看这个好会喷哦，喷超多的哎、欸！来了，我把那个你老婆的帽给你了。对，你可以把它放到你现在身上的那只老鼠身上之类的。准备好了，孩子们！哦耶！酷毙我看！哦，那你想要？哦哦，你又被打了！我被打了。他不喜欢我，没事。那你想要去找那个 GG， 然后开去那个女武神神殿那边吗？会不会开太久？那看起来很难开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直接用传送枪把那个 GG 传到女武神神殿去。好，走，组合登船。好，你现在疯狂按 X， 疯狂按 X。你蹲下，你想办法下来。然后看一下哦，好，往后，慢慢往后。然后呢，我来把你，好，传送门开进去吧，进去吧，上吧。好，传进去，好，他进去了，他进去了，好，哦耶，哦耶，哦耶，女武神，你看，天哪，女武神，哦、oh, ，之前玩这个系列的时候都没办法，都没办法干嘛，现在搞笑，现在也不能可以干嘛，但是，你看，感觉不行，你在口爆他是不是啊？先不要。女武神，你觉得这个大小如何？我有试着成为你的勇士吗？哦，他在点头，他在点头，他在点头啊！他在尝试啊啊！女武神，我觉得你这黄标吧？不会啦，我的频道没那么容易黄标。好吃吗？这样子真的没问题吧。哦，那我来开启他了哟。好，来开它。好，你能告诉我关于这地方的消息吗 ？I wish back to you。好，然后呢？我准备好了，我这里有胜利奖牌。好。哎，这个水之呼吸水车，水之呼吸水车，就是哦哇！来，我给你加一点绿色，我给你加一点绿色。给他死！尝尝天竺鼠车车，尝尝我的马铃薯。哦哇！哦哇，他全身都被插满了，好凶哦！哦，你也可以尝试右键回回看，右键回看，对，它会有一个东西叫评级，评级越高的话伤害越高，就连砍的话评级就会上升。哦，他快挂了，好可怜啊！你有拿到钥匙吗？我看看，哎、欸、有啊，有一把哎、欸，酷钥匙，哎、欸，他有灵魂哎、欸，他灵魂我要怎么拿到？哦、啊，我拿到灵魂哦，你可以变成他了，你按八，你按八，然后呢，你就挑他，然后你可以对，啊，怎么没有？你按八，你没有拿到他灵魂吗？有啊，我刚好吸到他的灵魂啊，不能想说变成他，然后玩弄一下这台车，那，
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下一集看看，我们下一集之后我帮自行想象，跟那观众自行想象，对，观众自行想象。那 你有钥匙，你开吧。有了，开了。哦、海王星，海王星系列好吗？看起来很普哎、欸，我觉得你这边的周边都比他好多了。对对对对对，那垃圾，然后要再打一次吗？看可不可以获得变身。走、哦，好，那我再开一个门。告告，告告，告告。啊嘿！哦，这边直接逛吗？哦，那我们要逛一下吗？边走边看吧，边走边看看，看看有什么宝箱。哦，宝箱柜，砍他，砍他！他好丑，他好丑，他好丑！揍他，揍他，揍他！好，看别人打怪开心。啊，又一个，我懒得去聊他。哎，这边有这个变身，你们要变变看，你可不可以？你看可不可以吸？好，我吸他。变身，你吸他。他说已获取，已获取，你可以按八试试看。可是点开之后就不见了欸。那要不要尝试重登试试看？哦，好，好好。你回来了，你可以变了吧？没有，没有，难过。呜呜呜呜，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对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获取的那个变身，嗯，好吧，那就这样吧，只能这样了。就这样吧。真的这样了哦！我观众自行想象，对，观众自行想象，我们玩不出来，对不起，伺服器有时候会有伺服器的问题。Yep yep， 好，那我们上楼看一下，走走看哦。有，看一下哪里有楼梯。女生，揍他，揍他，揍他，平胸哎、欸！哇哇，好多女生哦，好多哦，太多哦。好，我发现，你发现什么？他们有点强。他们有点强吗？那你要不要换看别的武器？等到，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。哦哦，你的拔刀剑爆了。OK， 你的拔刀剑爆了。我爆了，怎么看？它看起来是破损的嘛，对不对？哎、啊，对。我丢经验瓶到你身上就修好了，因为它有经验修补。哇，不得了。OK， 还是说你觉得拔刀剑不好用，我们要换其他的武器？我给你一个特别的武器。这个不错啊，我觉得这不错。好 ，OK。啊，好痛！啊，好痛！是你了，吓死我了。被打了！来，我给你一个酷炫的武器。我觉得它虽然是远程，但应该可以攻击到女武神。好，来这个酷吹剑。什么吹？吹剑。我要吹女武神。嗯、对，你要吹她。吹。对。女武神。对，虽然它是远程攻击，但它其实算近战伤害。马玉林。对，这是吹剑。降魂做的。你可以吹吹看它。你吹吹。怎么吹？那个剑是剑矢，你要拿那个管子吹。哦，你要用管子吹它。哦，在这里。你可以对它的下。哦，有。哇，哦、好用哎、欸！好用。哎、欸，它连环的。喜欢我吹是不是？喜欢我吹你是不是、啊？吹。好，那我们上楼吧。对，我们最后再上楼。哎，看女武神用这吹剑有没有用。你说让它变粉红泡泡这部分吗？对啊，不。哎、欸，我找到了。你在哪？哦，你看到我找到的。往下吗？往下，来到。有了。来，换你 ，open 它。I wish to fight you. I ready. OK. 好，吹它，吹它，吹它。哦，我妈，它会召唤小雨云哎、欸，那小雨云做什么用的、啊？我不知道，而且它很多。哦，好多。哇，它被吹死了。哦、啊，然后那个小雨，哦，会打雷，会打雷，痛！哎，我赶快把钥匙拿起来，哦，会痛，要不要？没关系，我们会复活。哦，换我开宝箱，看看会不会开到比较好的东西。我开了，好，开。什么？女武神铲跟神圣之剑，这东西有什么用？你知道吗？干嘛的？我不知道，它就神圣之剑。他可能只是有点装逼，但他可能什么都不是啊。好，看起来很帅就好了。那，今天这一集呢，汪汪就是带小白啊，拿了各式各样莫名其妙的武器，然后来讨伐了女武神这个样子。下一集的话，我们再来看看要不要去挑战天堂的其他 BOSS， 有太阳神跟另一个那个神奇的方块 BOSS 后，我们再看看。白，我们留言说什么？他们也想吹女武神哦。好，他们也想吹女武神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拜拜。订阅汪汪，大赞汪汪。捅爆铃铛，真是汪汪，觉得香香，记得分享，协助汪汪，煮点母汤。